鸡茸金丝笋，我先尝尝。就是这个味儿，就是这个味儿。玉环，你尝尝。笋丝鲜香，鸡茸滑嫩，好像比我们当年在锦月府吃过的更为地道。好吃，嗯，好吃。你说你这个小丫头啊，年纪小小的，你上哪儿学的这手好厨艺啊？啊，老夫这是饱了口福了，美啊！哎，别站着了，不嫌弃你坐起来，我们一块儿吃吧。哎，柯叔，这天色越发阴沉，怕是马上就要下雨了。不如先让他回村里吧。又管我，我本来就是要走的。柯叔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好。啊。这丫头做饭呢，真是没话说。不过好像脾气有点硬，这也正常嘛。有本事的人往往都有脾气。小妹子，慢点啊，慢点，小妹。嗯。乔叔，乔大婶，你身子这么弱，在这干嘛呀？就是。快！来了来了！进来进来！快快快点！大家都动作快点。筷子就没离开过，这丫头长得好看，做饭又好吃，谁要娶她就有福气了。哎，大少，你有福啊，同一个村子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啊。你可别，我看见她那个彪悍的姐姐啊，我就浑身哆嗦。是啊，远哥，我看你是皮痒的哆嗦，快点干活。带几个人去那边看看。好，你们跟我来。好。大少，你们去那边。好。请问有没有看到这么高的一个姑娘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走去那边。有没有看到这么高的一个姑娘？
怎么说变就变呀？正好又下起雨来了，这个死丫头出门也没穿个雨衣拿个雨伞，这要是淋生病了怎么办呀？哎，娘子你就别担心了啊，小妹又不傻，这看着下雨啊，她自己肯定躲躲，等雨停了再走。再说了，这雨来得快，走得也快，一会儿说不定就停了。不行，我得去县城接她。哎，别急呀、啊。哎呀，就算小妹不怕下雨着急赶路，那还有官家妹子呢不是？他们肯定安安静静的在哪个地方躲雨呢，你就放心吧。再说了，就算去找他们，也是我去。哎，请问有没有看到这么高的一个乡下姑娘？你就别跟着我跑了，到那边去避避雨。我去别的地方找一找，你就在这儿等我，我没回来之前你不许离开。要不然淋了雨啊，又该大病一场。我说你呀、啊，别跟那什么花小麦呀、啊、搭伙了，忙了半天一分钱没赚着，还差一点害你淋了雨。你没事吧？你还没查到段若姐吗？再这么找下去也不是办法，我看不如这样，我先带你回镖局，你要是信得过我，今天就在我们镖局住一宿，我会让左嫂子照顾你，然后我沿路回火刀村再找一找。现在雨太大了，走回去既耽误时间也不安全，我骑马往回赶实在不方便带着你，你不用担心，左嫂子今天也会住在镖局，他会照顾你，不会有纰漏。我正好回火刀村跟你姐姐姐夫说一声，免得他们担心。好，我让你留宿在我们镖局，你有没有意见？没有，我知道你带着我会耽误时辰，还是赶紧找到关荣姐重要。没事的，你不用担心我，有左嫂子在，你放心吧。玉怀兄弟辛苦了，这么大老远赶紧跑一趟。不必客气，镖局有女眷会妥善照顾他的，你们早些休息，明日一早我便送他回来。好，告辞。等一下，让那死丫头把衣服给我换上，告诉她要是生病的话就不要回这个家了。好。谁啊？我，孟玉怀。孟大哥，快进来。
我跟你姐姐姐夫说好了，今晚你就住在镖局。这是你姐拿给你的衣服。关荣姐找到了吗？她回家了。什么？她在雨还没有下下来的时候就已经回火塘村了。可是我们说好在集市碰头，他怎么不先回家呢？他说他在集市等你的时候忽然身体有些不舒服，碰巧遇到了同村乔叔两口子，便坐了他们的牛车一块回去了。那他身体有事吗？没什么大碍。那就好，他身体没事儿，我就放心了。你也是个姑娘家，以后就不要独自一个人出门了。今晚你就在镖局好好睡一觉，明天一早我送你回去。我好了，不必再说了，就这么定了，休息吧。馒头来了，哎，你们快点，真香，我口服了。是，哇，好香啊，好吃的啊，真香。来，走。哇，馒头真香，是，哎，好，真好吃。嗯，好吃。哎，莫大哥，早。走，快点吃饭，吃完饭我送你回去。木兔脸。还真是主动说要送我回来，现在又走得飞快，像是要甩包袱似的。有马不骑偏要走路，也是可惜了这匹好马。哎呀，实在走不动了，歇会儿吧。既然走不动了，那就骑马吧。大哥，男女授受不亲，这样会不会不太好啊？是你骑着我牵着。啊？哦。
哥，这快到村口了，我还是下来吧。好，稍等。抓住。哎，慢点慢点，别着急。不想慢了？不慢不慢，这眼看不就到村口了吗？再慢能慢到哪儿去啊？那走吧。我昨天卖笋脯卖了很多钱，我姐看到了，不知道会有多开心呢。你看我这包，都快装不下了。啊，对了，我还得谢谢你呢，这两天真是麻烦你了。不麻烦。我跟你说，我都想好了，以后啊，我就靠卖笋脯挣钱，然后补贴家用，这样我就不用在我姐家白吃白住了。你手艺这么好，倒不如开个馆子，生意一定会不错。我哪有开馆子的钱啊？再说了，我姐她也……糟了，我姐！你帮我看看，我姐情绪是不是不太好啊？我觉得是很不好。既然你姐来接你了，那我就先走了。你慢走啊，孟大哥。就这下糟了。姐，你个死丫头，你还知道回家呀你？啊，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早点回来，早点回来。把我的话当耳边风是不是？没有姐，我没有。你倒好，干到镖局留宿一晚上，那一堆大男人的，你说你一个女孩在那出事了怎么办呀？我昨天晚上是……闭嘴！我告诉你，以后的笋脯生意不能再做了。哎，姐，回家，跟上。小麦，你磨蹭什么呢？啊，赶紧回家呀！来了来了，知不知道自己没出格呀？这要是传出去，我看你以后怎么嫁人！蓉姐，小妹妹们，我昨儿连个交代都没给你，就自顾自的回了家，害得你在县城里四处找我，我这心里特别过意不去。没事儿，你人没事就好了。啊，对了，这是昨天卖笋脯的钱，赚了不少，我自己留了一半，这一半是给你的。那你先进来坐。小麦妹妹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我昨天在那儿站了没多久，就觉得心口堵得慌，一口气上不来，生怕又犯了气喘病，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就碰见咱们村的乔叔和他媳妇儿，他们看我脸色不好，二话不说就把我拉上了车。我这也是拗不过他们。我原打算让我爹再跑一趟县城，在市集里迎迎你，可偏生又下了大雨。我实在是没事的，蓉姐，我都说了没关系的。我听说昨天你在县城里找了我大半天，我这心里后悔得不得了。你放心，下回我们再去县城卖笋脯的时候，我定不会这样了，真的。你都不知道，我姐回家骂了我一早上，说我不懂事儿又不分轻重。以后啊，死活都不允许我再做笋脯的买卖了。没事儿，这买卖不做就不做了吧。姐，你在干嘛？你
眼瞎呀？做饭啊？你不吃饭啊？我们说好的厨房是我的，说话不算数是小狗。哎，你以为谁愿意做呀？我还巴不得等着吃现成的呢。啊！谁家做的饭这么香？正是我们家小妹啊，里边请。二乔啊，哎，回来了。哟，乔叔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是来找你们家小妹的。小妹，哎，来来来，找我。乔叔找你有事儿。哈，这不每年开春，我们乔家就要办一场春酒席，官家丫头向我推荐你，说你厨艺挺好。起初我还不相信，今儿一进院，我就闻着你这菜香味儿，就知道你这手艺啊，差不了。乔叔，你要是不介意啊，就留下跟我们一起吃晚饭。我去准备几道小菜，马上就好。好，好，好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花小麦啊，花小麦，不就是让你在县城淋了场雨吗？别提多好吃。看你这小肚鸡肠，闻着就很香啊。人家蓉姐啊，是在四处为你张罗挣钱的门路呢。花小麦，你好意思？小麦，这个乔叔可是咱们村有头有脸的人物，这每年的春酒席啊，乔家老爷子可重视了，会请全村老少爷们吃饭。我知道你那手艺还不错，但这菜可是要上席面的。姐，你知道我厨艺好就行了，这乔叔是自己找上门来的，来，再说还是蓉姐极力推荐的，咱总不能把人家往门外赶吧。我呀就简单做几道，就当请他试菜了。那试试啊。好吃，小麦，啊，你这道笋干焖肉啊，哇，真是绝了！肉汁啊，已经都吸到笋干里了，哇，真是香啊！这五花肉，肥而不腻。乔叔，您慢点。这素菜也不错，这味好吃。乔叔，您慢点儿。好吃，好吃，多吃点。能不能再给我来碗米饭？好嘞，乔叔，我给您添饭。小妹啊，今天这菜我也试吃过了，心里也就放心了。宴请嘛，还有几日，你需要什么食材呢？就尽管跟我说。我呀，自会给你置办妥的啊。娘，小妹妹子吧。哎呀，我跟你姐呀，是同时嫁到这火道村的，这关系可是好得不得了呢。你就叫我春喜嫂子吧。
春心嫂子好。小麦姑娘，说起来我还算你姐半个媒人呢。我姓耿，叫我耿婶就行。耿婶子好。东家说了，今天这桌酒我们两个人给你打下手，你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开口就是了。好，那就辛苦两位了。没事，走走。哎，走来。这个一会儿我要用这儿啊，就是咱们厨房，你待会儿就在这儿坐。过来，来看看。站住。你就是那个来做二等席面的小丫头啊！我告诉你，你就老老实实在那做你的菜。你要是昏头昏脑碰了我的东西，可别怪老子刀不长眼啊！哼！都快点儿！不就是个大厨？手脚麻利点儿！有什么好？这个，春喜嫂子，春喜嫂子。这什么二等席面啊，这谁啊这么凶？这个是春风楼的魏大厨，在咱们福泽县都是挺有名的。哦，那二等席面是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还不都是那乔家老太爷给闹的，让人看笑话。这以往摆酒席，这主桌和客桌的菜都是一个大师傅做，哪分什么一等二等啊。但是这回东家不是请了你来掌勺主席的菜吗？这老太爷知道了死活都不同意，这不背着东家跑那县城里把这个魏大厨给请了过来，非要让他做这个主厨不可。哎呀，小麦妹子，这次呀是魏大厨掌勺主席的菜。见面好好。咋哟，你呢就委屈委屈做客席的菜吧。啊，不委屈，这个做客席的菜倒也无妨，但是提前告诉我一声，我也好有个准备啊。是是是是是，一早才知道的，还跟老太爷吵了一架呢。嗯，东家觉得这事儿办得丢脸面，都不好意思来见你。小麦姑娘，你可千万别怪我们东家啊。不会的，耿婶子，你去帮我跟乔叔说一声，让他放心，我这席面一定给他做得妥妥当当的。好，那我这就去。哎，小妹妹子。嫂子，你帮我把这鱼收拾出来吧，我一会儿得用。好嘞，谢谢啊。没事。哎，那火腿你不能用，跟你说话呢，那火腿你不能用，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啊？这火腿是之前就备着的，又不是您自己带来的，我凭什么不能用啊？哎，不是你，哎，请春酒可是大事儿，这宴客的酒席要是做得不好，街坊邻居是要说闲话的。你有那么多伙计帮你打下手，我却只有自己一个人，这时间耽误不起。麻烦您做好自己的分内工作，别老找茬行不行？哎，不是我说，你说什么呢你啊？啊，我师傅那是福泽县一等一的大厨，全靠他，春风楼才能生意兴隆，冰糖满座，县老爷都得给我师傅面子啊！你一个小丫头大放厥词，我说你是不是不要命了？坐着，我给你坐着。哎，小姑娘。这个火腿的事儿呢，我就先不跟你计较。不过我看你刀工还不错，有心提携提携你，我可以收你为徒，不知你愿意否？多谢您抬举我啊，不过不必了。现在的年轻人啊，心气可高得很。干活去。
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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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乔大叔，春满福满，小生不才，带了副对联，也向您讨个吉利。文秀才，你可是咱村最有学问的人，客气什么呀？快请。哎，去那儿玩。啊，同喜同喜。恭喜同喜。好嘞，好嘞。哎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啊，孩子们。快点，快点，砂锅怎么还没好啊？哎，这就好了，别误了时辰。哎。春喜小子，我这几道凉菜还有蜜饯，可以上桌了。小麦姑娘，东家说马上就要比赛立蛋了，还有撒红包呢，让你去前院沾沾喜气。我就不去了，我这砂锅还得有人看着呢，离不开。哎呀，你去你去，我在这儿给你看着，快去。那边那边，快去，那我去了。好，看呢，再高点。你看看，没看到你这个，我上好。没意思，这什么？那啥，大家都准备好了，预备开始。儿子村。不少了，我这边就说起了，谢谢啊。这里一起来了啊！这哪儿行啊？带我走。要不要再玩一次啊？可以，哎，可以。哎，小妹。姐夫，孟大哥，大圣哥。哎呀，你姐啊，唠叨了一上午，生怕你累着。哎，我不累。哎，小妹妹子，快跟我说说，都做了什么好事的？那可多了，凉菜有九曲鱼片、醉青虾、素拌芝麻菜和芥辣肚丝，还有一个四味卤盘。主菜呀、是一品锅，草菇味花雀、糖醋桂花鱼、佛手黄金卷。你再说下去，大圣怕是现在就要冲到厨房里去了。玉海哥，你这么说我很没有面子啊。那我就不说了，我还有几个菜没做完呢，我先进去做了，你们就等着吃吧。好。对了，姐夫，你们是坐主桌还是坐外边啊？当然是主桌了。哦，那你们可能就吃不到我做的菜了。啊？